欧芬根啊，我今天倒出来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个不是一罐的了，我喝了好几次了啊。然后这个藕粉的话，它是颗粒状的，不用加冷水稀释了，直接冲就可以啊。这个你拍一罐啊，它也是给你们赠这个杯子和勺子的啊，一定要加入滚烫的开水啊。把它多搅拌一下啊，冲好了，冲得特别好看。喜欢稠的话啊，你们就给它少放点水。